他家这生意真好啊，对，都得靠抢，我看过年都得买这个狮。这个冻柿子要挑什么样的呀？挑色深点的，完了之后不死还甜，色越深越好。冻的结实的是吧？都结实，都结实，管着吃。冻水果是东北寒冷地区特有的食品，冰冻是这里最因地制宜的保鲜方法。别看水果已经被冻得硬邦邦，一盆冷水就可以舒缓他们的身心，化开周身的冰封，让水果重返青春。不管是冻梨还是冻柿子，都超出你对新鲜水果口感的一贯印象。